虽智柔，可无听命于那熊皮守着后山要道，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亦同忧。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贪根不拔，枯树常在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忘了最好，那三口中你可都见过了。
旁人念念不忘的也是你所求的吗？中。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此人所言不像假话，小猴子，你可暗自留心。